Hello， 跟着达斯米克太太去踏青。今天我们到亲近农场走走。亲近农场总共有三个路口，今天会逛两个。这个是北端的票亭，进去之后记得要盖手章。想喂羊的朋友可以买饲料。一大片美丽的山峦景色，我们造访的当天是平日，所以没有绵羊秀可以看。这里是从览翠亭向外眺望群山的美景，旁边有一长条的枫叶步道，处处可见这种一串串紫色的毛地黄。接着这里是关山票亭，可以通往马术场跟大风车。右手边的山坡地上可以看到颗粒带绵羊，胖嘟嘟毛茸茸的，超级可爱。再来就是很漂亮又很有名的大风车，碰巧遇到一只天牛，另外还有这种黑肚绵羊。再来就是来自于英国的萨福克羊，马术场因为场地的问题暂停表演。谢谢观赏，欢迎订阅达斯米克频道。